之间，爱和怨填满了成长和所有思念。以为的幸福在晚餐之前，却悄悄地不告而别。谁能选择怎样的缘分？谁认真为自己点燃在孤单时分，还微笑地说要去爱，就趁现在。爱爱爱爱爱爱，就趁现在。爱爱，就趁现在。在谁来晚餐的世界里，最伟大的一天就是今天，因为昨天已经过去，而明天又难以掌握，扎扎实实握在手心的只有今天。带着这个想法，我们要拜访位在新竹横山乡的五口之家。黄天人，他是牧师、自耕农，也是野外求生和攀岩教练。天人的家外墙就是他的攀岩场。哇，哇，好刺激！哇，你撑得越久，就开始抖，然后那个震动，那油就滴下来了。所以这是快速减肥法。牧师娘杨怡杰是天人实践理想的最佳拍档。我现在敢这样子在手上玩虫。但请不要给我吃蛆了，弄掉了。你先上去啊。好，好，拉我。好。每集的《谁来晚餐》都会有一位梦幻嘉宾莅临。天人和怡杰想邀请的嘉宾是，我想要邀请张文亮、张曼娟，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邀请梁文音。我自己定我是33岁以前啦。大女儿黄舒雅30岁，22岁就结婚生子的她，是个很会教小孩的全职妈妈。拜托拜托拜托，好啊，好吧，拍拍手，太好吃了。就是有小孩，就是每天就是玩小孩，很可爱。舒雅想邀请的来宾是。我喜欢佑胜雷妈这个家庭，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自然、很阳光。二女儿黄淑红是个国际志工，家里的人都觉得淑红的个性酷酷的，但她其实是有一颗温柔的心。有跟狗讲话会发出那种大人对小婴儿讲话那种声音。跟小婴儿就是会比较，你不能好好说吗？不要再哭了。舒红想要邀请的来宾是，台客导演，对，因为他拍的影片都非常有意义。小儿子舒恒目前正在澳洲打工度假。在这个牧师家庭里，有一位佛教的出家师父，他是天人的岳母静梅。一刹那就人生就过去了。就像那个树叶啊，它老了，它枯了，一定掉下来。那我现在也老了，也枯了，但是能动就动了。可是他们就飞走了，对不对？曾经一起走过的，正在努力面对的，他们的故事或许也有你我的共鸣。这个叫姜母叶，台湾有全世界最大的鹅，好是这个鹅，那它的食草就是姜母，那我发现你们清大还蛮多的，已经快要灭绝了。为了因应可能到来的气候变迁和粮食危机，这一天天人和怡杰在清大校园进行野外求生教学。酸酸的，只要吃，真的。这个扶桑花呢，我们小时候的吃法就是拔起来之后呢吸花蜜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呢，要请每一个美丽的小姐呢，把这个扶桑花吃下去。
对，它剥起来，对对对，剥起来，然后吸了之后开始，嘴巴咬一咬，像羊一样把它吞下去。啊，如果觉得想要加点蛋白质的，就沾一点蚂蚁，对身体非常好，而且可以多活好几天。准备攀岩，确保完成，对。现在常以野外求生教练身份出现的天人，原本是在台北传道的牧师。18年前向往野外生活，带着全家搬到了新竹乡下，贷款1000万打造了现在这个很有特色的岩屋。一般小朋友有的可以在那边爬半小时啊，从那个门上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刚开始，天人异想天开，连楼梯都不装，把家人吓坏了。我老公说要攀岩上来，然后垂降下去。从这边有个阳台过去，那边有个门，哎，那就进房子。这个楼梯是我们。后来，怡姐请朋友帮忙说服天人做了个楼梯，现在家人才能轻松自在的进屋子。现在有楼梯很幸福。重视环保的天人设计岩屋时，把节能减碳也考虑进去。我们刚开始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考虑到说可以通风，可以少开电风扇，所以我就设计这个地板呢是木头的，然后呢它有缝，凉风从楼下会直接上来。不过冬天的时候，全家人却冷得哀哀叫。妹妹妹，阿布。我说我们家是广寒宫，到处都很冷，外面几度，这边就几度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看电视啊，坐在客厅，我们就会抱棉被，穿厚一点。岩屋旁边是天人一手打造的菜园，屋子的另一边，他还养了不少小动物。有兔子，有鸡，然后有羊。哎，那这是蛋白质的来源。你需要活下去的时候，就必须为了救自己救人，就要去练习。你不杀就没得吃嘛。天人如愿过着梦寐以求的乡居生活，但是18年前刚搬来的时候，太太小孩其实很不适应。哦，原来生活是从零开始，比如没有水啊，要拉电的话要买电线杆，然后水的话要挖水井啊。比如说我上楼梯的时候会看到那种超级大只的田鼠就坐在楼梯上面，然后可是我妈妈灌输我一个概念，就是这些动物比我更早来住在这里，所以就是要保持融洽这样子。所以我说、啊、不好意思，让我借过一下。那只田鼠在跟我们家猫咪一样大只吧，超可怕的。我曾经扫地扫到我冲出去，觉得说来这拍名嘞。那时候其实夫妻关系也紧张，为什么？因为其实也会为了钱啊。撒苋菜，就是把蜡平之后，然后把种子撒上去。天人花了很多心力开垦荒地，以自然农法的方式种菜。现在他的菜园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现在有三芹菜、金莲花、地茉莉、地瓜叶，还有龙葵，所以这块地就五种野菜了。像这个是灯笼果，哎，然后这边有木瓜，哎，还有凤梨，还有那个高丽菜。是你们都不需要去外面买菜吗？不可能种全部的菜啦，哎，但至少我们70%的菜可以自己种。天人还种植及储存了大量的稻米，所以我们家里大概存了7000斤的稻谷，然后我们就是吃多少碾多少。对，因为我们自己有种菜啊，自己养鸡养羊啊，自己这样，嘿，我们至少可以撑个3-5年吧。如愿成为快乐农夫的天人，从没忘记他传道助人的志业。结婚30年来，他和怡姐一起陪伴过几百位青少年成长，500-600个孩子在我们家曾经短暂的住过，小则1-2个月，长则最多住过4年。
所以在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的家规就是孩子你得先下田一个小时才能吃早餐，这是家规。对，家规，这是我们的家规。像刚才和天人一起做农事的毛毛虫和竹笋，现在就住在天人家，由怡潔带他们自学。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如果有出去骑脚踏车，请你写那一天的公里数以及它的方向感。看到爸妈把许多心思花在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上，淑红会觉得吃味吗？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多关心他们一点，就不会太多的目光在我身上。对，对啊，我就觉得啊，没关系，那处理别的孩子的问题，不要太关注我。对，他们都需要学。家里的午餐通常由怡潔负责，因为自家有种菜，他做的料理多半是从产地到餐桌。我们吃家里可以有的食物，这样瓜果啊之类的青菜啦，肉还有鱼这些都还是要在外面买，就用辣木点缀，有点绿绿的，很好看。辣木就是什么综合维他命啊，氨基酸很多啊。所以我老公种了辣木以后，他不准我们去买维他命。不准？为什么？不准。他说吃这个就好了。所以表示这个正好吃。平常天人是不下厨的，不过有时候心血来潮，他也会特制不一样的料理来加菜。这是我们家的暗黑料理啊，哎，这个是外面是有钱吃不到的吧？是什么？蛆蛆。我们这道菜基本上是鸡吃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把它变成一个我们的野外求生的食物，给愿意的人练习吃这些高蛋白的食物。这样，这一道叫做蛆蛆米酒煎蛋，这道就是我们家目前最高档的蛋白质。这天的午餐很热闹，学生家长也来一起用餐。天人精心制作的蛆蛆米酒煎蛋，大家敢吃吗？毛毛虫，你吃蛋了没？还没。那我帮你装啊。我来，没事。帮你装了，不需要劳烦你，我自己拿。真的，不用。不需要。好。我想说，我帮你装的话，就装比较多。不用。吓死他了，我没办法。所以有蛆的蛋你就不吃吗？我不吃。数十年来，怡潔一直默默陪伴老公实践理想，但是因为两人的个性和成长背景截然不同，生活中常有摩擦。好像提款跟存款嘛，你没有放很多存款进去，你一直提，户头都空了。那时候我们吵得蛮凶的，然后几乎见面就吵。那后来是好朋友，他们就说，我看你们要重新谈恋爱了。因为黄天人没有追过你啊，你就觉得上帝叫你嫁你就嫁，那你就也没有享受到他追求你的那种甜蜜这样子。坦白说啦，我每一个小女孩子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女生。个性一急一慢的两人也常因为工作而起矛盾，像那天清大野外求生课之后，就因为天人性急的抢了怡潔的工作，胡乱煮面，让怡潔很不开心。反正那锅面后来就糊了嘛，然后供完没熟，然后我整个，其实我那天整个的过程呢，我其实不爽了，真的不爽，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负责，那就应该我主导。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想放弃，就会觉得好像对你来说你也觉得没有很重要。怡潔在夫妻关系中最渴望却得不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别走开，下段马上回来。就趁现在，爱，就趁现在。为了修复不再热情的婚姻，十多年前开始，
天人跟怡潔就协议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约会。天人出生于贫穷的牧师家庭，怡潔出生在富裕的商人家庭，两个人的金钱观相当不同。他们之前有一个，我都跟孩子讲说，我们去吃饭，全家如果五口，一个人的预算是100块，如果超过100块自己吃。以前是100块，现在是200块以上可以接受啊，200块以上我就会心痛。他的心痛会表现在脸上。今天我们刚才看的话，他有两人套餐，对，790。所以有超过你的标准。有，心痛一下。目标导向的天人，经常在夫妻约会或小旅行的时候，突然加入访友行程，让怡潔实在受不了。我生日，然后我们要一起去花东，我杀到花莲去地主家吃饭，然后又看了医生朋友，然后后来又去屏东。还没到屏东，先去台东看了那个组合屋，然后在组合屋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有点火大了，我就觉得，啊，到底是我们两个的事情，还是你办你的事？男生看得比较远一点，很多要完成的事情，是不是能一次把它做完？多功能，就觉得。的我不是他的你的唯一吧，就是别人都比我重要。天人和怡潔经常陪伴别人面对婚姻和教养问题，但两人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经营自己的婚姻。这一天吃得开心，怡潔鼓起勇气向天人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我们要经营我们自己的精心时间，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想放弃，就会觉得好像对你来说你也觉得没有很重要，可是我其实觉得自己很需要。中了钱吗？可以，又有刺。假如今天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怡潔真心渴望的就是跟天人一起共度。我们可以去澳湾大住一个晚上，就是在那个饭店里面，不要睡在车上，享受一餐哦。我会想要跟他说谢谢，然后我会希望他也可以对我表达我在他生命里面的重要。我去过寮国，然后缅甸。泰国去了大概8-9次吧。从三个子女还在幼稚园的时期，天人和怡潔就经常带他们去国外孤儿院帮助孤苦的孩子。舒红会成为国际志工是受到了爸妈的影响，然后看我爸爸妈妈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这样子比较会惹麻烦的一些人住在我们家里，对，然后无条件的帮助他们，或者是为他们哭啊。从13岁起，舒红就独自出国当志工，现在28岁的她已经去过了10个国家服务，一年之中有2-3个月在国外，但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才留在台湾。爸爸，你要不要黑豆豆浆？好啊。好的，主人。谢谢。不客气。游走世界之后再回到家，舒红已经能够以成人的姿态和爸爸轻松互动，但小时候。父女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紧张。我爸爸以前就是会强迫我们做农事的，然后我就会很生气，我说我的肉与肉缝之间全部都是土，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叫植物的枝翼，然后我就觉得很受不了。你们目前拍他到现在还没发现他是个野人吗？我爸他就是他在田里面就是一个工作狂啊，对啊，他就是。到处挖啊，然后到处种树，再把那个树拔掉啊，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个野人，然后就看他的指甲都是土，对啊，然后吃虫啊，然后天人嘛，天上来的人，这跟土地是完全就是融合为一体的。虽然曾经怨过爸爸，但回顾从前，舒红很感谢爸爸给了他不一样的童年。不要看我这样，我环岛3次哎。骑单车环岛，然后参加什么铁人三项啊，
什么马拉松啊，全部都已经被报名过了。可能当下不是这么的欢喜的接受，可是现在回过头看，我会觉得哇，我的人生是比其他的人还要丰富很多。一走，走，快点，勇敢往前踩。住在嘉义的大女儿舒雅带孩子回娘家时，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候了。谢谢，预备，加油！大姐姐加油！我们两三个月差不多回来一次，然后一次就会待个十天。这天，舒红特地提早到附近的小店采买食材，准备煮饭给家人吃。她永远的二厨，二手。他叫我干嘛我就干嘛。没错，我说要丢垃圾。渣，请问垃圾在哪？在桌上。谢谢。别看姐妹俩合作无间，个性一冷一热的她们，小时候可是冲突不断的。可能这件事情我们两个想法主观全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吵架。对。然后她的嘴巴很会讲，讲到后面就会激发我的内心的火山爆发，然后爆的时候就直接踹。天哪，我不会这样对我孩子啊，而且我老公没有被我打过。你要帮我洗吗？八年前舒雅去澳洲打工度假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Ivan。 婚后 Ivan 相当的温柔体贴，让舒雅回过头来反思爸妈的婚姻。我们家爸爸就是比较是真的是往外的，比较往外冲，真的他也是很习惯吃完东西其实就是放在水槽就走了，这样的差别我就觉得哇，真的妈妈是比较辛苦的。也因此每次舒雅回娘家都会帮妈妈伸张正义。节瓜我切的嘛，节瓜是我买的嘛，买的不算，买的不算，节瓜我切嘛，萝卜刚好我切嘛，妹妹煮。这样讲比较现实，那爸爸洗碗。对，然后这个碗让你洗，你 OK 啊，没问题的。好了，想让我洗的请举手。好，哦，我负责洗碗，盘子自己哈，想办法哈，谢谢。我等下洗一个碗，啊，他这个碗不用洗，他你自己洗啊哈。一个碗，第二个碗，好，我洗六个，你洗一个，知道吗？太难，其实我会洗碗。对，是真的听得懂他洗碗。今天没有要给你洗碗，不用哭。你可以来了。在女儿的起哄下，厨房出现难得一见的奇景。很久没有洗这么多碗了，哎，平常都是洗自己的碗而已。也不算不叫心甘情愿的，但是也不是甘心乐意。这是什么东西？烧柴洗澡的木灰，它去油腻效果很好，而且对环境没有伤害。哦，太冷，真的让你享受了一下片刻的幸福。有很感动吗？怡潔的野人老公看似有点大男人，但其实也有温柔体贴的一面。这个椅子，哇，3万块，不，我舍不得买。有一次我出去一个旅行，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在我房间。对，我比较不善于这种言语去跟他表达他对我的重要性，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常常，我想想，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过得很辛苦，很凄惨。那怎么凄惨呢？就是每天过着吃那个加热过的喷。你说他会做什么感动的事吗？我爸爸在最后那刻的时候，我老公只有牵着他的手，然后就是一直掉眼泪。然后他就把我拉到旁边去叫我休息一下，而且他是把我抱住。假如今天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天人有一件很想为老婆做的事。如果最后一天，我希望能够就是帮我太太洗头，帮她洗脚，对，因为她是大姐，她不太善于被别人照顾。你愿意接下来的30年陪我常常出来车宿露营吗？
好，我愿意，谢谢。原本不解风情的天人究竟做了什么事，让老婆感动落泪呢？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就趁现在，爱爱爱爱爱爱，就趁现在。这你想讲是这吗？无啦，这是蚵仔啦。不是不是，这包。嗯。另外还有一包。在楼骹的款啦，去楼骹看卖啦。天人是个容易健忘的迷糊蛋，东西常常顺手一丢就找不到。好在有岳母静梅跟在他后面帮忙收拾。哎哎哎，哥，你讲内胎放倒位？内胎。哎，内胎。啊，这是内胎，就是我上次修脚踏车，修完就放地上，那妈妈就帮我收到旁边放着。啊，我也忘记了。你一天爱找物件找几届？伊那些根本都无去找，几乎都忘掉这个事情了。我是他们家杂七杂八的管家。怡潔国二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没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妈妈出家到寺庙修行。十年前因为年纪大了才搬来跟女儿住，不过分居30年，母女再度同住有不少需要磨合的地方。洗锅子的方法，例如洗碗或者是放回去的方法，这些都可以冲突。个人有个人的缺失啦，伊就一定爱安尼，一定无啦，我爱一只啊，衫就爱叠到，只啊人唔则袂安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对无？所以伊要啊洗衫皮衫这个代志，我就规矩好伊做。给我妈一个舞台，其实讲这样子，其实我是有点爽赖啊。我安南庄弄个皮在这边，安里庄皮在这边，阿口皮在这边。昨天我们还在讲说，我们觉得他跟黄天人比较像，因为他们两个都比较急啊，然后做事情比较快啊，然后而且很就是很坚持，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方法。虽然静梅是师父，天人是牧师，但不同信仰的岳母和女婿相处得还不错。当然，那基督教和佛教不一样啊。像我是做师父，我们会恒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也会出来。我想都会对对方有期待啦。哎，那妈妈也出家很久了，所以我们就等他喽。等他什么？等他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嘿。对，这是我们期望的。说真的，女儿孝顺，她也孝顺啊。很多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该带妈妈出去走一下。像女儿上一次哦，你带我去日本走一趟，我就很感恩啊。怡潔相当珍惜和妈妈再次同住的缘分，无论手上工作再忙，她每个星期都会抽出半天的时间。带妈妈出去逛逛，让妈妈开心。阿伯家的心情酷酷。好吃耶！他叫谁啊？困到半暝，看，过，来去永和领导领，对吧？妈，你要吃什么？哎呀，这个，这几杯的。你好。全部领光。要够光了。对。他说昨天头发很痒，就已经洗过了。不要啊！我不要，不要动个头发。我要洗洗了。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还记得天人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帮怡潔洗头洗脚吗？这一天，天人在岩屋为民众上野外求生课。我们需要在求生工具里面，什么最重要？两个东西最重要。刀。一是刀，第二嘞？火。前面有水坑哦。同一时间，怡潔一个人带着清大学生背负五公斤的重物。进行长距离健走的体能训练。
哦，我们蒙眼走路体验那个黑暗。现在大概走5公里，我们从清大早上6:15出发。啊，这个包包大概是可以装60公升到70公升的。我老公刚才休息站的时候有打电话来，他其实很紧张啊，很担心，我觉得。为什么？就骂咖骂咖，我是我们家最骂咖的。你会不会怨他要你一个人来带？不会啊，他不在我其实稍微轻松一点，因为他很专业啊，很烦哎。他就会说，哎，左边走路要大一点，脚抬高一点。耶耶。好 ，OK， 来站起来，1、2、3，站起来。经过9个小时长途跋涉，怡潔、毛毛虫和竹笋终于走完了23公里，率先回到了岩屋。老板很累，开始。脚已经不是我们的了。顾不得学生还在练习，天人立马冲去扶怡潔了。那个老公现在来背你，你不要背我，好，那我牵你，你不要碰我，好，我牵你，拜托，来，我们到里面。他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恐怖，他给我三珠棒，你知道吗？好，今天没有三珠棒，里面都是那个鬼针草。天人把怡潔直接带到浴室去，准备开始他的秘密行动。我现在要放水，帮我的太太洗脚。让他舒服一下，帮你洗脚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脚这么白这么嫩，像一个白肉三层肉。实际上我太太脚很漂亮，真的，一个女人美不美就看脚就知道了。会害羞吗？我会害羞了。我很感动。第一次给他洗脚的时候，我是很害羞。现在是很感动，就是我刚才啊，30年前，三十年。天人还想帮怡潔洗头，不过怡潔怎么样都不肯。好，开水。太烫了，真的不行。我不要洗头。好了。哎，那个洗头的意思是要很舒服的。以前我学生哈，按摩。对他帮我按摩可以。以前我学生啊，学理头理烫头发的，我都给学生烫啊。好了，可以了，谢谢。我就说还记得怡潔渴望天人陪他去澳万大看枫叶，吃好住好，享受专属两人的精心时间吗？这天天气很好。天人真的带老婆前去南投了。这个不是要带餐盘去吃好料吗？对啊，这个好料啊，而且好便宜啊，10块钱、20块钱、40块钱，很便宜啊，而且又很健康。所以他刚才一说呢。吃这个推扣粉，我就有点饿了。后来我是看招牌上面有写，有很多汤，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可以。我觉得最后都是我会比较妥协。符合天人多变的行事风格和一贯的节约诉求，原本答应太太住饭店的计划临时变卦了。那他查房间的同时呢，我就。问一下朋友说有没有露营车可以借我，那他就很开心说他刚好买了一台新的露营车，哎，很好开，他愿意免费借给我这样子。也就是说呢，黄天人的速度永远都比我快啦。平时忙于工作的天人和怡潔已经有5-6年时间没有这样抛下一切俗物
来到远离尘嚣的地方享受美景，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好。哇，真的很漂亮，其实这里就很美了啊。所以你说这里是你当时九二一来救灾的时候第一站，那个当年就是这样子，害我目眩头晕，心跳加快，四肢无力，然后钱包给我管，对，没错，然后没钱。天人还带怡潔去奥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最漂亮的一棵枫树前面拍照，顺便耍耍浪漫。举重，安静一下。耶！啊，心跳100，再轻掉一下，150。好，最后一次180。啊，人工呼吸。就在满是枫叶的奥万大。天人为老婆搭建了一个有屋檐的临时咖啡座，准备开始感性告白。有浪漫到，哇！你的手交给我，让我们心连心手拉手。今天的世界并非那么难懂。如果真心的交朋友，不是真心的嫁给我，我们一手拉手。就在怡潔陶醉在歌声中的时候，天人拿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这个其他的什么惊喜？这个就是我又一直被吓到，哎，为什么？这个是你女儿精心挑选要我买一个包给你，虽然我觉得太贵，买不起。妈妈其实也没有买过名牌包，当然对她来讲，她一定是舍不得，她一定不会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 OK， 你就买一个二手的 Coach 包包没问题，你就送个包包，她就吓死，好不好？有一家日本二手店，他有卖这种二手的，没关系，重点是，符合环保、回收再利用。那里面呢，我藏了10个礼物要送给你，自己打开。我很感动，我很感动，是黄天人开始慢慢的，没有，跟着我太辛苦了啦，跟着我太辛苦了。天人送给怡潔的礼物都很实用，有防水的遮阳帽、野外求生的放大镜、LED 灯、瑞士刀、钓鱼用具、银碗、银筷子、橄榄油，还有普洱茶砖。接下来，天人要拿出他最重要的一份礼物了。我要戴手上，也是戴手上。哇，这什么？怎么戴？我不会戴。哦，好，一个太太。你愿意接下来的30年陪我常常出来车宿露营吗？我们可以常常这样出来过着这种浪漫的生活。好，我愿意，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说的话不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最精心的时刻了，就是我觉得我被很大的重视的时候，对。导演老师，导演还客气，导演曼娟老师来喽。今天的嘉宾究竟是谁呢？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就趁现在，爱，就趁现在。你说漏水在哪？
这里没有，还没煮吧？哦，你要蛋吗？好，要，谢谢。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一大早大女儿舒雅就带着两个孩子赶回来。因为今天非常期待来宾，哟呵，终于要遇到来宾了。我猜哦，我猜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台客导演，因为毕竟我们家的每个人都认识他，然后大家也都有讲到他，但是我当然希望是佑胜啊。因为怡潔准备煮火锅，天人率队去菜园摘菜。今天的来宾会吃到我们自己种的菜哦。芥菜这煮汤不错啊，哎，苦尽甘来。姐姐，你拔这边的，像这边的，这边的。爸爸说是野茼蒿。当哦，当哦，我们同在一起。金莲花，这个瓦萨比的味道。重视生态环保的天人，最期待哪位嘉宾上门呢？我可能比较期望的是像张文亮老师啊。或者是什么台客剧场吧，就是比较有话题可以谈的啦。厨房里，母女三人正合力准备中午要吃的菜。想要用这个金莲花芥末茶来煎蛋，煎我们家的鸡蛋，土鸡蛋。啊，还有这个是爸爸种的菜，所有的菜，今天全部要做一个野菜火锅。那么舒红最期待的来宾是谁呢？期待是台客导演，如果是梁文音的话也会很开心。母女三人合力很快就准备好美味的午餐，有野菜白肉炭烧锅、香葱土鸡蛋、自家的咸猪肉。今天的来宾到底是佑胜、张文亮、台客导演张曼娟还是梁文音呢？佑胜导演老师，导演台客剧场，曼娟老师来了，谁来晚餐？好紧张哦！哎，现在觉得紧张哦，给你们。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二女儿舒红和小儿子舒恒最喜欢的 YouTuber 台客剧场导演林冠廷。我那部就是想要给你看的。亲爱的柯市长，我有投你哦，请你参考 Vancouver 的烟蒂回收箱，让台北恢复以前的美貌。你要先剪还是我先？我先剪啊。 OK OK， 我跟你讲，丢垃圾的人都剪垃圾很少，这没办法解决。其实跟我两年前拍啊好很多了。台客导演以拍摄环保、社会、家庭议题的影片闻名 ，YouTube 累积流量超过5000万，号称最爱地球的网红导演。心情是蛮轻松又开心。那我想象就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都从 like 天荣国搬到这边，就是一种我未来如果够有勇气的话会成为的家庭。台客导演，舒恒一定很开心。对，我们看你的影片看得非常的多。弟弟弟弟介绍的，我们这七八年那个每一天营队都要看，所以每个暑假都要看十次。等一下看一下来讲话。哎，我是你们。他马上笑容开心。我在断舍离的时候说，妈，你去看那个台客导演，他所以你也有断舍离的这个阶段。我超爱啊，他是我们家的断舍离啊。我看到什么都说，这感觉可以丢。感觉这个重复了，对对对，可以丢。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剪，然后我一个人剪可以丢。嗯，对对对，喜新恋旧，对，有趣。舒红是台客剧场的忠实粉丝。他很好奇台客导演拍过的众多影片中自己最喜欢哪一支。最印象深刻的过程应该是去龙山寺住三天三夜的那个系列的影片啊，真正去认识Jade。 对，很冷，而且跟牧师一起去啊。那次牧师还哭了。你
here we are. 到今天的睡觉跟吃晚餐的地点。你几层啊？你看，哦，对啊，这是潘大哥给的，然后你有自己的睡袋，还是很冷哦。因为我生病。对啊，那个就是蛮印象深刻的、大家都大开眼界，就是哦，原来，我们知道的人生，我们是活在一个泡泡里面，然后在都市，然后上下班，每天看一样的风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台客导演拍过许多探讨生态环保议题的影片。天人想知道观点另类的他是否向往乡居生活呢？你有想过以后有机会到乡下来过田园生活吗？其实我有想过，哎，那可是这是一个家庭的决定嘛。但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很大的心理准备，然后跟家里沟通好。但是你是30年前就有这个想法的？对，我很早。那主要是说你要在退休后才来，还是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让孩子有一个童年，而且他跟土地有一起的成长。就是都市的人，如果就是有那种比较批评的角度，可能会说，哎，那这样是不是孩子没有竞争力？因为对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以后输在起跑点。那我们是故意输在起跑点，赢在终点。哦，对，因为我们在乡下没什么竞争力嘛，别人卖西瓜，我们卖龙眼嘛，所以我们可以当老板。那当老板就不看学历了嘛，看学历。换个角度看，我今天在台北买个房子3000-5000万，对，乡下买个房子300-500万，对，他十倍。我一样的收入哎。我少奋斗30年。泰克导演曾经以影片鼓励儿女，一周说100次“爸爸我爱你”。舒雅想知道，受过西方教育的他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的教养方式。我爱你这个字眼其实有讲啦，可是没有说像那个影片讲那么多。对啊，可能一个礼拜讲个1-2次就还不错啦。西方可能优点就是比较容易表达，对，比较不会一直闷在心里。举例一般来说，哇，你儿子好厉害哦。那台湾家长会说什么？还好啦。就是很拍谁，就是拍谁不会啊，like, 给你看他画的东西，哇，画的好美哦。我觉得没有啦，但是白人就会说，对，哎，你厉害啊，是在，对他好厉害啊，他好会画，或者我们会自己鼓励。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对，这是西方好的。台客导演也和天人一家分享自己的末日心愿。我一直属于在假装死亡不存在的。一种人生，真的吗？觉得人生还很遥远。我觉得就是在假装啊，但是我当然有拍过一个，就是小时候的，像你孩子一年对他来说是半个生命，但是我们40岁的一年就代表40分之一的那个时间，所以其实会越来越快。那我最后一天一定是跟家人在一起啊，最爱的人。说完我爱你之后，可能就是去看个大自然吧，去爬个山啊，散步啊，make a fire 就是引火啊，聊天啊，做那个 marshmallow 啊，棉花糖烤一烤，吃一吃，唱唱歌，祷告，然后就死了。你呢？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婚后，我们有聊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假设，就是如果得了癌症，我们就马上买个机票，出国骑脚踏车，一路骑到挂。好累，我的挂，结果是我先挂，最终还是跟家人在一起的。对，所以他们就要陪着我去骑脚踏车，一路骑到挂。重点是跟家人在一起。对，苏红妹妹，我有写遗书的习惯。对，我妈妈从小教我们要写遗书，我们都有了。每年写一次，稍微改一下就会。没有每年，就几年改一次。几年改一次。这是二女儿苏红第一次把她的遗书念出来给家人听。亲爱的雅雅，这一生都没有习惯叫你姐姐。事实上，你的确是姐姐，因为你很勇敢的站在
我前面做每一个榜样，然后一直都是我可以学习的对象。你勇敢的先站上台，勇敢的先上学，勇敢的出国壮游，交男朋友，结婚，生小孩。真的就是很高兴你可以当我姐姐，因为我的一生有你真的太好玩，太多笑声了。我姐姐是我们家的小丑。不是小丑，是开心果。没有，怎么哭的？自己讲。天哪，我很容易哭的。我小丑会哭。我很适合演哭戏。要哭戏找我。好，没问题。妈妈是我认识中最勇敢的女人。看到你处理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有一天我发现我也想要当你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妈妈及老师。谢谢你接受丑陋不可爱的我，也谢谢你愿意敞开心对我说你的秘密。然后适当的挑战我，勇敢的放我走，顺服神人给我的护照，让我出去闯。哎，你要亲姐姐吗？可以帮你擦眼泪。他擦在你身上。非常开心，而且觉得可以谈得很深入，就是大家跟他都会有很多的话题这样子，所以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这个节目，对，谢谢这个节目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也会很期待弟弟到时候从澳洲回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机会这样子。看到他们这个开心跟彼此相爱是蛮有感染力的，然后他们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会提醒到我以前的梦想也是想要活出一个不太一样的人生。天去海边，小时候老泉笑得多甜，长大后忙得没有时间，还多了沮丧的脸。人之间爱和怨，填满了成长和所有思念。以为的幸福在晚餐之前，却悄悄地不告而别。谁能选择怎样的缘分？谁认真为自己点燃在孤单时分？还微笑地说要去爱，却趁现在。